怪兽吃饭了，我给你带来了小蛋糕和巧克力。我不要吃巧克力和蛋糕，我要吃肉。那我把佩奇小猪给你吃。啊，呸，佩奇，我不会吃你的，你是善良的好孩子。谢谢你，但我不希望你被饿死。你要吃什么呢？我只吃小红心和小加号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吗？快给我吧，不然我要被饿死